客队的勇士队呢，今天排出强森、曾祥军、周桂宇、辛特利以及洪凯杰担任先发五人。在主场方面，局军是艾尔斯、林振、黄宏汉、施敬尧，还有卢俊祥，用这个 Diamond Offense， 就是钻石进攻。哦，这是底线祥军，想给替补的得分是联盟最高的，因为另外一个洋将大概在板凳上就可以贡献了稳定的20分。没错，哇、wow, ，KJ 洪凯杰3分9。起来非常稳定哦！哎，哇！哦，今天勇士的防守也很凶啊。嗯，林振的球差点发生失误，哎呀呀，竟然传给辛特利啊！哇，被辛特利上篮有点放枪，桂宇把球给补进，侧框侧板，没有人守 KJ。对方认为他是传球。洪凯杰开局拿下了5分 ，Jeff Harris 在禁区里面是最有把握的 A1 进攻篮板。目前9个篮板当中有10个篮板中有6个是进攻篮板，不过曾祥军很快的，所以打起来就会比较吃力。对，而且对方今天可能守区域的机会会比较多，所以他们的 Diamond Offense 可能比较难以施展。刚刚上场的小宝横挡去创造洋将。持球直接做攻击的机会，曾祥军，哇哦，对方关门不及被他得分，哇，这从人缝当中，11-8，勇士领先 ，hand off， 林志杰再带前一步，换桑尼在防守他，哇，志杰打得很聪明了，对，而且因为强森的手真的太长了，回来之后，今天进三分外线，今天的第一个飞，今年的富邦勇士真的是大大的加分。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角色。然后桑尼来一个2分球，主要也就是自己的进攻出现了外线上面的宕机，但防守没有让勇士队得分太轻松。哇，在第一节我们看到这个区域防守是勇士队在第一节大部分所使用的，而且都缩得非常的小。Jeff Harris 第一拍直接过的话，他就上去了，让强森没有办法这么快过来补防。他的7分是球队最高的赖廷恩禁区抛投，反包，现在手感已经开始慢慢热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个球给的有点危险。Jeff， 哦，投一个中距离，单节9分，20-15，强森过了第一关之后呢，在桑尼面前高难度的2分。小白底线这边是完全的空档，考验一下陈立焕他的3分球。今天领航员可怕的地方，今天没有登陆的 Washington 跟现在的场上的 Airs 都可以投3分球哦，所以是全员能够出手的。嗯，野兽也尝试一个，就在69的面前。陈立焕现在底角接球，对方就必须要扑上去了，再给到305。裁判认为是 goaltending。小白篮板给刚刚上场的郑雅。3分球的出手，哦吼！我也可以单扬桑尼。啊，勇士队这边也是单扬强森，还要来防守，张镇雅守不住啊！耶！被防守球员敲他锅，桑尼一个留在后场，前面是曾祥军，然后放慢脚步上篮，一拿球，他如果磨进去的话，对方有可能就是缩小，看这个包夹很快就来了。协防都算是蛮成功的，不过碰碰捡到球了，他已经吸引到包夹了，有点霸王硬上弓的感觉。没错，周桂宇身体碰撞之后上面打板，这个肢体碰撞也越来越多了。白耀成到禁区再 kick out 给张镇雅，哇，上半场个人第3个3分球，各4次的团队犯规在这一节。好，曾祥军溜底线，这个空切精彩啊！对，这个给球，当然就野兽好球，高吊球，哎，前面好像有人干扰了路径，后面又推了一把辛特利，来一个 N1。好，强森前面上篮的时候，似乎被对方稍微推挤了一下，不进啊！再给桑尼，然后拉开，来单打曾祥军，桑尼转身拿分数，完全偏了。好，这个传球已经交到桑尼的手上 ，Triple Hatch 大汉助攻的使用，请你要说干女儿，因为她今天在台中啊。好，好球一暂停之后，
四投零中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向篮筐来做攻击。哦，这个声东击西，三里不给的精彩啊！看左边传篮下，那强森同时也需要去加入到进攻的行列。哎，这球被翔军给点进。好，强森拿球，协防做的也蛮不错的林振。大家都叫曾翔军出手，他就投。他今天还没有得分。哇，这个火锅！六九，再给阿瑶，剩下两秒钟也被 Singletary 盖进六九。大汉篮板，再给阿瑶弧顶位置，终于啊，下半场的第一个 field goal。哦，我觉得这个，那尤其是在第一节跟现在第三节勇士守区域的时候。好 ，Jeff Harris 没有人看守，也来一记三分，背靠背的三分球，领航员。地板球给林振，林振要来单打辛特利，身材有优势，这个天宫拿下了分数。哇哦，林振这个球打得真漂亮啊！对方的小球也来到禁区了，曾翔军双方的四号要投吗？周桂宇想了一下，这个三分球是有把握的。哦，这就是勇士。剩下两秒钟了，洪凯杰要把这个球给处理掉。哇哦，拆弹成功啊！全场应该都很好。这个比赛本届第一次交手就这么精彩啊！大汉双脚垫步到了禁区，哟，他真的是强森，再给桂宇。三分外线有信心吗？有的，桂宇逆流啊！翔军跟桂宇投进了三记三分球。Sunny 没有 high low 的机会 ，Sunny 决定自己来插板进。麦出来接球，陈立焕在防守他。今天有三名不同的本土球员轮流来伺候。三分球两记了，真想得到二十分了，连续三场比赛得分破二十。球在上帝的手上，有方立焕做一个掩护，要打一个 two man game。 Lopez 曾翔军在防守一个飞的位置，连续的中距离，他这样子的投篮他没有被他的情绪影响，对，已经拿下二十二分了，跟曾翔军互别苗头。洪凯杰，哇，张振牙在防守他，底线拉出来，再给翔军，直接抛进两分 ，floater， 成为勇士本土得分的一哥了。张振雅 ，long rebound， 再救回来，甩到林振的手上，快攻，中步 ，and one。廷恩在上半场也拿下了六分，今天表现不俗。球给辛特利，三分外线的空档，把握住，终于来了，再回到底角。一直在小白跟立焕的手上，陈立焕的球没抛进，不过有桑尼神之左手，哇，他真的是太，时间是完全属于哎呦，这个球在底下，桑尼又捡到，还来一个头球啊！哪个城市哦的球迷们都能够支持主场的球队，养成这样子的文化跟习惯。哎，这个打法呢，在最近这段时间，领航员的半场野兽。也被陈立焕给盯住了，最后机会是出现在赖廷恩的手上，三分球啊！哇，桑尼这两波进攻都被逼到禁区之外了，没错，防得蛮成功的。哦，左边上篮是曾翔军，这个球给 Mike， 有，所以勇士队不管是林梦璇搭曾翔军，或是前面的谢宗荣，一直维持禁区的高度。再来一个三分球吧，赖廷恩可能要扮演骑兵了。哇，所以在下半场，小白，哦，这个球被大汉钻出了空间，还有一个 N1， 哇，这状况，桂宇，球再要回来，身体有点失去平衡，两分照拿，这个球打得真短了，球在大汉的手上。大汉，我过来交给小白，啊，抱歉，交给卢俊祥，中距离有追平比分，卢俊祥连得了四分，掀开了自己的压，其实都没有讨到对战的优势。哎，这个球被石继尧给抄到，有两个追平，石继尧上篮得分，超前比分了，这是个好，再做转移，六九，
带到禁区，绕过篮筐。哇！第四节他这六分很关键。时间不多，可能要单打了。卢俊祥叫其他队友让开。哦，这个拿下了分数。哇哦！是就知道他这场比赛打得有多不顺。那你要给领航员他们今天的防守策略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跟加分。最后是90-85，领航员今年球季第一次跟勇士队的交手，拿下了对战的胜利，同时终结了跨季对战的10连败。对，不管再怎么样哦，这场比赛你必须肯定领航员在防守上面的拼劲。虽然在这场比赛有很多肢体上。